上班怎么看说这个地方有发起罢免联署行动，那现在主办单位说已经超过10000份。我努力拼市政建设。大家提问吗？另外就是废矿区土地变更，现在新北市府跟中央计划申请的实施者好像并不同调。地方政府新北市已经在108年对矿区机制的权利问题反映给中央，希望中央能够快速的修法或者快速的有一个态度，地方一定全力配合。是对于台糖猪肉验出瘦肉精有怎么样的防治机制？新北市在第一个时间立即展开对台糖所验出来的瘦肉精的梅花肉全力去稽查。也其实在化验当中，我们希望我们会随时不定期的去做抽检，也同时针对如果各地区有疑虑的，我们会全面性的展开。那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全面在展开，那平常时间我们也都会做，我们希望能够为食安来做一个严格的守护。